什么？哎，什么？俺早说过，这世上没有俺扒拉不出来的东西。哎，老东西，俺全部扒拉！啊，老东西，敢骗我！ 黄粱与八股同罪，要把你爹拉回城，砍头示众。快点装车！ 我的珠子，我的珠子！你个败家子儿啊，又来抢我的珠子！喂，他怎么来了？我的珠子，我的珠子！爹，你听我跟你说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，爹。上回拉的粮食吧，都不让八路给接了，这回再拉不回去吧，日本人非宰了不可。你这样，我下回多给你拉几车回来啊，好不好，爹？ 等下回你爹他就饿死了！我不行，快走！就这回给我拉回去，呀，给我拉回去！老太爷，俺叫你声亲爹，你放一马行吗？谁是你亲爹呀？我，你就是我亲爹了！老太爷，你消消气，你消消气啊，消消气！老太爷，您救了我一命，我躲过一劫，以后您就是我亲爹了。爹，谁是你亲爹呀？你个憨爹，我打死你！爹，爹。 你个憨爹，哎，你个憨爹，你快消气儿！臭崽子，把粮食给我拉回来呀！你个败家子儿啊！我的粮食！消气儿，消气儿，太爷，我的粮食啊！大哥，你倒是做个决定啊！ 咱们到底怎么救镇江爹？要冷静，你小董回来再说。这个小董莫名其妙这么巧，干什么吃的这是？哎呦，你别在俺面前瞎晃悠了，走开！队长，小董回来了！队长，队长，啥情况？看清楚了，10个人，2辆大车，就10个人啊！我看了2遍，又跟了一段，没错。他姥姥的杨大王八找锤呢！走走，站住了！都等等。 你这又咋了？再晚人家该给我槐树坡了。俺觉得有诈。昨儿个杨大王八带几10个人，外加4个鬼子，都让俺们给收拾了。今儿个带10个人就敢来报复。他杨大王八吃了豹子胆了。对，我们昨天打了伏击，今天他们接着出来，还带这么少的人，欲盖弥彰。 今天他们肯定会打伏击，你懂啥叫伏击？哎，对，对个屁呀！对，俺们这么多人，一个拼一个也比他们厉害。咋的？怕了？怂了？行，你们不去，俺自己去。站住！莫二虎，咋就你能耐呢？你看看谁怂了？啊，我显着你了。 啊！镇江他爹是你爹，就不是俺爹了。不勒的，还割了你舌头，信不信？佳梅，政委，你说呢？ 肖大爷，是因为我们被抓的，于公于私，于情于理，我们都应该救。俺又没说不救啊，咋个救法嘛？啊，明知道有诈，俺们还往上冲，那不但赵大爷救不了，俺得把兄弟们都给撂那儿。想个巧办法，想个巧办法去救啊！都想想啊，大家都想想啊！ 想想，行了。 都别杵这儿了，要打也得先回村吃点东西，吃饱了再打呀。回村再想想，想不出主意来，再去和杨大王八拼命。走，回村。 你快去！他是俺爹，俺搭上命该。说啥呢？走。大妹子，哎，赶紧的，做狮子啊！啊，接来参谋，赶紧想办法，想出办法，俺们好去救人。那真江二虎啊，哎，这俩小子一定是去干啥？都敢站住了，俺去把人找回来。在俺回来之前，一切都得听建梅、建才、政委参谋的。谁要是不听话，等俺回来，锤死他！ 啊！快去快回，看好他们，不能再出事了。回来呀？这样，你过去看看，不管什么情况，绝不能暴露幕府。 大队长，我想撒泡尿。队长，俺也想撒泡尿。真是懒骡子、懒马屎尿肚。埋伏在树林里，俺去对面，两边夹击，查。大哥，建才，老孟，你们进来一下。 我们商量商量。别过来，跑啥呀？啊！还让你们俩，让俺回去多拿点子弹呢。这下好，就拿这么多。打这么多年仗了，就没脑子呀！这枪里没子弹，还不如你那大刀片呢。要是东西手榴弹，子弹还得省着点。 看见没有？后头小树林子，要有埋伏兵就在那儿。我给你拿着。这机枪啊是宝贝，不能落在敌人手里。要是保不住的话，杀了他。 奇才，我们得想个办法救他。 救他们？不是救赵大爷吗？我看了一下，英子哥拿走了100多发子弹和4颗手榴弹，明摆着是去拼命的。其实他早就想好了要去救人，只是不愿意搭上大家罢了。岂有此理！他是队长，明知道有埋伏还要去打，这不去送死吗？就连队长都随便犯纪律，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现在不是讲犯不犯纪律的时候，只要能救人，犯纪律算什么？ 好，就算犯纪律不算啥，可也不能做无谓的牺牲啊！他们连杨柏硕的10几号人都不一定应付得了，更何况还有埋伏呢。所以要想办法救人啊！能有什么办法？有早就说了。我倒有个办法，只不过呢，这个办法有点缺点，怕队长骂我。哎，能不能利索点啊？ 有什么办法快说！可是你说的啊，只要能救人，犯纪律不算啥。我这个办法是严重违反纪律的。说吧，有什么问题我顶着，行了吧？绑票换人。绑票换人。二虎，待会儿。 去找2块大石头，放在前面的路上啊！好，这样，你上对面用地里啊，就盯着后头小树林子，别的你啥都别管。我和二虎在这边待着，等杨大王八一过来，俺就出去跟他谈判，俺先炸他。不行，俺去。你去你说啥呀？你说给俺们俩听听，你说啥？这是动脑子、耍嘴皮子的活，你干得了啊？老实给我这儿待着，去。哎，俺要是谈下来了，你们俩都不能露面，知道不？啊，等俺把那大车掉了头了，你们俩再过来追俺。要是俺谈不下来，看着俺一摘草帽就动手，要快。 瞎子，俺看不见，啊！别着急啊，蹲低点。狗日的刘宗正，拿俺当挡箭牌，此仇不报非君子。 别停车！谁在撒尿，我弄死谁！ 你爹，报告司令，前面有人进粮仓。快，集合部队，跟上去。是。跟上来。今儿个就不宜出门，俺早就疏忽了。八路军啊！ 要是知道俺有这么个搬家团，迟早要把俺给游击喽啊！我们就是借您用用，只要杨百帅配合，您不会有事的。三位英雄，俺是地主，不是汉奸呀、啊！游击队不是土匪，不兴绑架呀、啊！你们这不是犯法吗？我要上抗日政府提出抗议！少啰嗦！ 告诉你，你的儿子杨百顺今天要是不听招呼的话，我毙了你，吃你的票，信不信？你个败家子儿，你爹给八路抓了，你还不赶紧放人啊？俺这地主当的，连口饭都吃不上，你要了粮食不够，还想要你爹的老命啊！宋建梅，你不敢开枪，你要开第一枪的话，你身上就多几百个窟窿。爹，不用怕，他们八路有纪律，不爱杀你的。 别做梦！我既然把你爹绑，你就不顾什么纪律了。你放不放人？你瞧见没有？这就是没经验。这劫车的地儿再往前头点就好了，知道不？以后你记住啊，那样的话，那杨大王八还得防着身后。马英，谁也不许开枪。是。小白帅，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吧？行，我数到三，再不放人，你就开枪。 一。正，老爷子这回要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跟你不共戴天。二虎，咱俩得出去帮帮他。他娘们家家的，他说死不了，养个王八未必能信。苏建梅，你不敢开枪，你要敢开枪的话，跟俺杨占顺没有什么两样。姐，真开枪啊！ 建梅，你喊三吧，俺来打。准备。行了，王八，俺们和你不一样，打不一样，等俺打死你以后，你就知道了。是马队长，马队长，马队长，俺服了，服了。马队长，快，我叫大家放下来。 开火！林飞，马队长，你们来！马队长，同意换人。马队长，刘同志，别抬枪，俺爹在那边手里。 无脑，谁让你来的？不知道有孩子吗？有人受伤吗？没有。李三，你带两个人在这看着马车，其他人跟我走，快，好。刘宗真，别出手！你个狗日的刘宗真，俺杨占顺跟你没完！二虎，老孟，跟俺抢车抢人，准备撤。 糟了，俺咋办？你咋办？回去告诉杨大王八，替鬼子卖命，绝没好下场。你爹下不会有事。大队长，老头爷没死，活着呢，活着呢，没死。废物！撤！撤！走！爹，没吓着你老人家吧，爹？200顺啊，你个败家子儿啊！ 不让你当汉奸，你就是不听啊！你差点没要了你爹的命，你就当你的汉奸去吧！你个狗日的刘宗正，老子跟你没完！爹！爹，儿啊！中村司令，你可以训斥我，但不可以侮辱我和我的同胞。侮辱？我想杀了你！ 刘桑，我很欣赏你，也很赞同你的计划。你保证，这一次一定会瓮中捉鳖。鳖呢？嗯，是杨百顺破坏了计划。百善孝为先。 杨桑是为了救他的父亲，他大的孝子，能够孝顺父亲，就能够孝顺皇军。杨桑，我也很欣赏你。多谢司令，阿里嘎多。皇军赏罚分明，你破坏了这次计划，就要受到惩罚。30军棍的。嗨。 刘桑，你的军令状，我再宽限15天。15天之后，如果剿灭不了马英，怎么办？我愿以死谢罪。好，如果拿不到马英的人头，就用你的人头交代。谢谢政委、监台，舍身救命之恩，是队长的鼓励，我们才敢。英子二虎是俺哥，俺心里明白。你们是外人，能做到这份上，俺赵镇江以后铁心保你们，恕俺一拜。 娘，喝点汤药，小心烫啊！哎，咋了？都怪俺没用，建梅姐去救了大哥，俺就会在家里哭，俺配不上我大哥。就为这？大娘。 俺觉得还是建梅姐跟马大哥最配，俺配不上。配上配不上，得俺说了算。秀啊，没事儿，你就是俺马家的媳妇儿，赶紧把这镯子戴好，听见没？大娘，大哥要是不喜欢俺咋办？只要是个人，早晚会喜欢你。 大娘，俺想好了，俺这辈子就跟着大哥了。姐妹姐做大，俺可以做小。一个姑娘家能说出这种话来，俺马家人感激。秀儿，你放心，你这个媳妇儿，俺要了。大娘，来，大娘。 快，哎，趁热把汤药喝。马云那小子精灵啊，一看见苏金龙来了之后，二话不说上去就把我那个笼屉就给我掀开了。哎呀，顿时那个厨房里边啊，雾气腾腾，什么都看不见。这苏金龙呢，找不到他，就走了噻。 只可惜我那一大筐馒头哦！这完了以后，啊，雾气一散，你们知道马英在干什么？你们猜猜？赶紧讲吧你！哎呀，你快点说，你快点说呀！啊，印在那个厨房的锅盖上。哎呦，那个剑眉，哪个？那个，那个，哪个？哎呀，那个嘛，都在这儿啊！啊，正好，还有事儿跟大家伙说啊。 咋回事啊？啊？我们刚才在听老孟讲，你们俩在书房里这个来着。我看你是闲的，瞎咧咧啥你？ 谁瞎咧咧了？我是讲你们16岁那年差点被苏金龙抓到的那次，你们还在这，老黄历了，就你记性好，是吧？你好喜欢编瞎话哦！严肃点，乞丐让政委坐。哎，俺说正事儿啊。接到上级传过来的可靠情报。 汉奸刘在鬼子那儿立下了军令状，15天内要消灭俺，否则鬼子就砍他的人头。你们说，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？当然是好事了，咱们只需要躲15天，汉奸刘的脑袋就能搬家。老建子，我了解刘荣正，他既然立了生死状，就肯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消灭我们。 与其被动挨打，不如积极防御。参谋，说说，积极防御是咋回事？这个积极防御就是主动出击，要先攻击对方，让敌人应接不暇。啥瞎不瞎的？俺们要问的是怎么个打法。你瞎吵吵啥？人参谋不正说着呢吗？现在参谋，接着说。这个理论上是要先攻击对方，那个实际上我还没想好该咋办。这没想好说啥呀？这吵啥？啥态度啊？哎，你们说说看看。真是。那个打今儿起，抓紧训练，俺们随时要准备撤退，谁都不许离开这儿，听见没？ 谁要是想出啥好主意了，随时跟俺和政委汇报。司令，这编译队也太废物了，这都4天了，还是没有任何消息。我看这姓杨的是在故意看笑话。也不完全是这样，我看是马英他们得到什么风声了。我们自己还是要想办法。蚊子，小舅，你还知道我是你小舅啊？有事吗？ 哎，有事儿吗？哎，你现在是官大，谱也大了，看把你小舅一亮大半天啊！啊，又抽了不少吧？在这儿你也敢抽？这是我司令部，成何体统？嘛体统不体统的？跟你说，我告诉你，你在他们面前是司令，在我面前永远是小蚊子。再说了。 你改名叫总参干嘛？多难听啊！还是叫小蚊子啊！啊，行了行了，我说啊，你不好好在家待着，你跑这儿来干嘛来了？跑这儿来干嘛来了？找饭辙呗。不瞒你说，家里的买卖黄了。我想来想去，这些直男棒女现在就你有出息。我不找你找谁？严副官，到，你去安排去。 看他喜欢吃什么，记得我账。行了，是。别，我是找你有正事儿的，你别老拿反装搪塞我。你还能干嘛正事儿？我能干嘛正事儿？看你说的，你不在的时候，我在里头翻着了。我看到了西河店炮楼有个肥缺，我去那儿。绝对不可能。为嘛？那炮楼可是个军事重地，现在又是非常时期。 你怎么能去？哎，我怎么能去？正因为它是重地，我才想去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个重地你交给外人，还是交给我，你放心。好好好好，我明白了。你呢，现在是翅膀硬了，嘿嘿，不是当年你骑在我脖梗上拉屎撒尿的时候。嘿嘿，好好好好好，我呀今儿还不跟你说了，我找我姐去，叫她给说了说了。 听听这个理，现在的小蚊子是怎么对待他亲娘舅的？嘿嘿，行了，不跟我闹腾行吗？不就想去手跑楼？对啊，就这么定了，这不就结了吗？哎、我可警告你啊！哎，警告嘛，跑楼是重地，我还不知道他是不能出半点差错啊！哎，你放心。 不就一个破炮楼吗？静梅姐，姐，俺给队长拿鞋底子呢，你瞅瞅行不行？ 姐，你做大，俺做小。这副镯子该你戴。什么做大做小啊？秀，现在不兴封建婚姻了。新政府讲的是一夫一妻制。俺是自愿的，咱也不让。俺找政府讲理去。秀，两个人的感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婚姻更不是。 它是两个人的事儿，是互相的事儿。爱情是美好的，但也是自私的。但两个人相爱的时候，心里边只有彼此，是容不下其他的。姐，那俺这咋办呀？反正俺跟定了马大哥，要不俺给你们当丫头，俺干活麻利。 小鬼子啊，太猖狂！为了这一家亲家俺家乡啊，乡亲们呐、啊，乡亲们呐、啊，抄起家伙上战场。小鬼子儿开长风，一了解就想起这俺家乡啊，乡亲们呐，乡亲们呐，抄起家伙上战场。这是咱们的一片天啊，这是咱们的一片天，这是咱们的大平原啊，这是咱们的大平原。小鬼子儿啊，开长风。 了解就想起这俺家乡，乡亲们呐，乡亲们呐，抄起家伙上战场。这是咱们的牛和羊，这是咱们的牛和羊，这是咱们的放上粮啊，这是咱们的放上粮。小鬼子儿啊，太嚣张，一了解就想起这。